你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千万不要乱跑，不然触动机关，只有死路一条。 宰了宇文奇，现在要跑了。别用那种不可置疑的眼神看着我。宇文奇杀了我姐姐，我用他那条贱命给我姐姐抵命，已经很便宜他了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我在虎狼穴中周旋，与狼共舞，与虎谋皮。若处处以真面目示人，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 很好，连我都骗过。那还是公子你教的好啊。不过，你也用不着对我不舍，毕竟我只是你训练的一名死谏而已。此处只有你我，你又何必惺惺作态呢？你与红山院是同水火，我帮你杀了宇文奇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激你不成？ 不需要，因为你马上就要为林夕偿命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为林夕报仇，林夕之死我已经解释过了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林夕只是一枚棋子，还是解释宇文卓还活着的事实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重要吗？我只恨我自己知道的太晚了。你为了让宇文卓假死，骗过世人，不惜牺牲林夕的性命。希儿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别再叫我希儿了，我不是。 不是希儿。
不想和你们青山院有任何瓜葛。还不放下来？还真是不可爱，啊！又欠了我一个人情，说吧，想怎么还？哦，一个姑娘家家的，惹下这么大的麻烦，我看他们宇文家找你做奴婢，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。我终于把宇文熙那个畜生给杀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但是，我不想你趟这趟浑水，你快走吧。什么浑不浑水的？你若跟我一起回燕北去，不就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了吗？啊？是宇文怀派你们来的吗？就你们两个。you
公子，幸而有傅公子所托。又蠢又笨，交给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出去以后，不要说是我徒弟。刚才明明是有人算计公子，我是被你连累的。怎么，不服气啊？不服气，在洞里面怎么没杀了我？我也想啊，哪儿敢啊？哪儿敢？我看你胆子很大嘛。谍者最忌讳的就是擅自行动。你刺探到大梁谍者的消息以后，理应向我汇报，等我指令。我还没来得及向公子汇报，公子先跟来的。行了，你也伤了，回去养伤吧。有什么消息，等我回复以后再向我汇报。这是一把折叠弩，它方便携带，重量轻，射速快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可六箭连发，所向披靡。这把弩送给你了。六箭连发，如果六箭连发之后仍不能制敌，该当如何？那说明你遇到了个绝顶的高手。冰雪剑有没有听说过？冰雪剑，那不是只为公子所用吗？兵器而已，谁都能用，关键是要看能不能驾驭得了。冰雪剑对使用者的身法手法要求很高，和一般的弩箭有所不同，我一点一点地教给你。